好，走高空缆绳当然很惊险，但这个不是走缆绳，怎么也很这么危险呢？就是高雄市民族路跟同盟路口出现这样个非常危险的待转区，整个待转格哦，你看超出路口一大半呢，简直呢就是画在大马路中间呢、哦，机车骑士待转相当惊险。车来车往的十字路口，民众骑着车，原本想遵守交通规则，乖乖在待转区内等待通行。但看看这个待转区，比一般待转区的格子小就算了，甚至几乎画在大马路中间，已经快要大路中间了。其实这样子还蛮容易，就是会有擦撞的。会不会在不敢停在前面？哎，对，所以一定要停在斑马线上面。哦、对。实际来到这个夸张待转区，就位在高雄市民族路和同盟路口。从民族路上来的骑士，一不小心就会骑过待转范围。要是有民众刚好要待转，很有可能就会发生擦撞。网友更是直接封他是等待撞倒区。这里十字路口常常要在后面，后面一点啊，比较安全。是，那网友也在很热心的跟我们讲，那当我们发现之后，那我们就已经派工。赶快去再做一个修正调整，就是我们可能会把那个行山线跟待转区再往那个同盟路方向再往后退了，就避免影响到它的那个行车的那个行车动线。原来这个路口今年刚完成管线铺设工程，没想到相关人员没有注意到，将整个待转区往前划，导致民众在行经这个路口时都会自动的退路。只是路口号志格线划设时如此随便，还得要民众反应才来改善。若是这期间发生了意外，相关单位难辞其咎。中天新闻陈谷明、张欣颖高雄报道。